伙伴，接下来你将会面对我。停下通知！别管兄弟，我看。这是我的女儿，你要收下呀！
别拿上我。 我孩子冥顽不灵，你竟敢违逆此奴，看来需要我对你进行一点小小的惩罚。三跪九叩，跪表虔诚。 伟大的慈母啊，赐予我力量，惩罚这不孝的孩儿，坚持严惩恶徒，化万死。慈母大人，我辜负了您。
伙伴，这些怪物。 经历，看来你也和赵长庚一样愚昧无知。现在我们已经成功，在我机关术的力量下，直接进化吧。 见神明的力量。
伙伴，请起。 哎，兄弟，你这样可就过火了。既然你非要与我作对，我只好把你的灵魂献祭给我的杰作。这锤子可真够劲儿，拿你来试试手吧。 这是真的吗？或许今……你怎么才来？恒君，不要丢下我！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还想离开？ 这只是一场梦啊！多么希望你真的能在我怀里小憩片刻。 这一路可辛苦了吧？欢迎回到现实，伙伴。